吃早餐，虽然量是没有很多，但是感觉都蛮好吃的。小薯饼，然后第一间看到这种小的可颂，跑步变超脆的。前面的这个就是留声最著名的地标，悲伤的石狮子。留声悲伤的石狮子呢，它是从石崖中雕砌而成，它是为了纪念瑞士佣兵。马克吐温呢，还曾形容它是世界上最悲伤、最感动的石像。刚刚经过那个桥之后呢，就是进入了留声的旧市区。留声呢是瑞士中部最具代表性的城市，它最热闹的地方呢就有很多纪念品店、然后服饰店、钟表店和餐厅。上来到留声的卡贝尔桥，卡贝尔桥呢是留声的地标之一，它也是欧洲最老的有顶木桥。它建于1333年，架设屋顶的桥梁上呢放了110幅位于17世纪的三角形木板画，它大多是记录瑞士及留声的历史事迹。导游说，因为之前桥曾经被烧过，所以现在上面的幅画呢大约剩下88，就是这样啊。鸭子沉下去了。好可惜，现在到了留声市区这边，很多店家都很好逛，但欧洲礼拜天很多店家都没有开，都休息。超大的游艇耶，超好玩的。在瑞士呢，这边有钱人就是看三个：一游艇，第二露营车，第三个忘记了，第三个是重机的。因为呢，他们的夏天就只有2个月，所以呢，要有钱有闲呢才会去买重机，因为你重机就只有那2个月有办法骑而已。就是安尼啦。我们刚刚从卡贝尔桥那边呢，沿着这个湖边走过来，正前方呢就是这个霍夫教堂啦。我们可以看到那上面那2个尖塔呢，就是哥德式建筑的设计。前面这边呢，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设计。
霍夫教堂呢，是瑞士留声最重要的教堂和该市的地标之一。它是建于735年，是罗马时代的建筑，也是建于古代信仰中心圣里奥迪加的遗址上方。这个教堂也是当地的教会音乐演奏之处，相当的著名而且重要。里面还有一个相当重要也珍贵的管风琴，有4950根音管，高挑而且明亮。走在教堂之中呢，给人一种安定的感觉。这间冰淇淋店，那个牛奶口味的，然后上面有巧克力脆片，超级好吃，哦，好吃哎！它一球超大一球，这样一球呢是3.9瑞郎，大约是140块台币，一球啊，四个人分着吃刚刚好。哦，饼干也超脆的。OK。现在到了瑞士跟德国的边境。离开瑞士，现在来到德国的超级多人，人山人海。看到这个超级快的摩天轮，地地湖这里的湖水清澈见底，它是德国境内水质达到饮用级我们的最大热量。它的名称呢是来自于提图斯的名字。这里呢可以看到前面那里，就是因为呢树丛非常的茂密。在这里所产的项目呢，为当地制作木雕工艺及古物中材料之来源。它也每年吸引许多观光客到此参观购买。齿轮大小不一样，我们需要给它的能量也是不同的哈。那么呢，这种小的钟锤它所给的能量是一天的时间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两个小钟锤最开始的时候在最上面的，那么随着时间推移，它会往上走哈。到了一天之后呢，它就走到最地板上，然后就停
形象。大的中旋它每一个平均重量呢是 1.5 公斤，那么它所给的能量呢是一周的时间。接下来的一个部分呢，大家听一下，这个呢是我们模仿布谷鸟叫声的一个哨子啊，不用担心，我们里面没有真的鸟，也不用去喂它的。我们有不同大小的鸟，这个是稍微年纪大一点的鸟，还有鸟妈妈，还有鸟宝宝。每个发出来的声音高低是不同的。最后一个部分，鼻音乐盒，这个呢也是唯一不在德国原厂制造的部件哈，这个我们全部从瑞士进口。那我们知道，只要转动这个滚轮的话，会发出微弱的声音。现在呢，我把它放在木墙上，大家再听一下。最后一个可能听见了，利用了木头共鸣的作用，一下等那个布谷鸟呢出来看一眼就回去，再转两点钟转叫两下。大家看一下啊，我们这个女生呢穿的是很传统的黑森林服饰，她戴的帽子表示了她的身份。那这个女生她爸爸很不开心，想方样的法要阻止他们两个的。刚刚吃德国版的大肠包小肠，它外面就是那种法国面包，然后有烤过，超级脆。中间呢就是德式香肠，超级大条，它有附一包黄芥末酱，加在一起非常好吃。现在我们来到了法国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总共走了三个国家，首先是瑞士，接着呢是德国，最后呢，我们来到了法国。耶！晚上呢就住在后面这间，等等就要在他的餐厅享用晚餐。哎，那我们就赶快进去吧。前菜蒸鱼啊，这个鲑鱼，然后旁边蒸的是青椒，不是青椒，那么国菜，你敢吃啊？没有很深啊，半生熟，很咸的。放歌，第二大午餐还是鱼。旁边这个是啥呢？红萝卜，中间这个一定好吃。中间是洋葱吧？苹果皮啊。平底起司。这是起司，还有发霉的起司。先吃这个没发霉的，然后配一个起司。尝试一下发霉的法国的起司。
没什么起司味，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味道，不会点。知道了，不是牛奶味，牧场味，草味，牛味。最后一道，竟然还有红蝶。我来试一下这个蛋饼。草莓粉冰，它是柚子哦，厉害了，又香味，又香又甜，又甜又香。冰淇淋。还有巧克力的吗？嗯，好好吃，又糯乳口味。今日四道，这是这道是最好吃的。嗯，甜点最好吃。法国人的菜就是跟别人不一样。法国人的菜。好的，那我们德瑞 Vlog 第六集，也就是第七天就到这边啦。超快的，今天是倒数第二天了。那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拜拜。